四四晚八点到九点半，调理龙舞兰花系主理，现代豪侠传，客家佬牛精文烟鸡大咪啤梨。好，翻嚟第五节嘅现代豪侠传，咁啊承接上一节嘅抗争最好办法，讲嚟讲去，你如果唔能够同佢捻捻过，或者做恐怖主义嘅，其实最好办法一早讲咗啦，头先我食饭都讲啦，就系、是。和平和愛，哇！蘭花是講和平和愛，是事實嚟嘅。你係帶要停啊？唔係，呢個係事實嚟噶。屌你老母！你諗下，你想象下環境啦。九二八嗰日，如果戴耀廷佢真係去同埋佢嗰班信仰者，同埋包括民主派嗰、那個，同埋嗰個咩啊？嗰、那個有一個朱咩啊？朱海迪，佢哋一班連佢俾人噴水嘅人咧，佢真係走出嚟坐喺度任人毆。即係好似演習嗰陣時咁啊！咁地咁嘅場面啦，任人毆咁樣啊，任人毆，任人噴水炮，唔走暈咗下一批，唔走暈咗下一批，前仆後繼。咁你估嗰啲黑警打唔打落手？我當佢繼續打得落手。咁你估批評得佢最勁嘅本土派嗰班人，能唔能夠唔企出嚟啊？或者嗰啲市民啱啊 ？OK。其實嗰廿幾萬市民，我覺得嗰日出嚟嗰幾十萬市民係各有心理準備嘅，啊，捻捻過。好啦，但係捻捻過之後，屌你老母臭閪！發覺咦，佢哋不單止唔敢做，仲要喝翻你哋轉頭，叫你哋喂，屌你老母閪！即係只不過係話有上交子彈啦，又可以走啦。跟住有人想用武器又同你割席，呢一連串嘅情況咧，咁係令到個運動其實就大家都好多責任嘅。咁呢個係其實最有效嘅方法，而呢個方法喺當其時呢、這個機緣冇咗之後。我不知道幾時先會再有一個咁大的群眾運動，我就覺得真係未必咁容易組成噶啦。OK， 好啦，講翻講少少開羅啦，講唔係少少啊，由開羅度講多啲嘢。開羅宣言， okay. 我星期二講過噶啦。嚟啊喂，講你講啦，等你講啫嘛。開羅宣言，喂大佬有冇？開羅宣言我就冇答冇答片嘅，歷史書嚟嘅喎，隨口就噏啦。咁啊，開羅宣言咧呢、這個禮拜咧，好似阿四海嗰啲啊玩得好撚多啦，我。中國人又講啦，因為我覺得呢啲係揩自己所為，所以我絕對唔會玩嘅。屌你老母，真係自己吸過上落去，你叫做嘲諷呢、這個屌你唔知醜嘅毛澤東。嗱，我首先咧講開羅宣言嗰、那個背景之前咧，講下背景先啦。阿四海嚟啦，背景就屌你老味。話説嗱，中國抗戰係打到1943年嘅時候，1942、1943年嗰陣時咧，就基本上嗱。一個背景就是中國正式同日本宣戰咧，唔係七七事變，即係唔係1937年七七事變。真正對日宣戰咧，就係珍珠港事變之後第二日，就1941年12月9日先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嘅。咁就係唔等於話三七年咁樣打乜撚嘢，根本唔係打仗啊嘛，唔係去爭取，因為當時國家咧冇能力去同日本打，係希望爭取到。和平嚟拖延啲時間咁樣交換，但係有美國佬參戰嘅話，喂，有個大佬超級大佬後邊定啊，梗係喐鳩喐佢啦。咁啊，所以佢等佢一嚼完珍珠港嘅時候，佢咪開波咯。開波就跟住咧，就同中國咧就走入國際，就從啲所謂世界頂級列強啊、英美法蘇啊，咁可以平起平坐。就傾一啲所謂嘅戰後問題啦，因為大家都要一早傾噶啦，即係大家都明知道呢場仗咧贏得硬啦，贏硬啦，已經有長老之末㗎啦。嗰陣時日本亦都係因為嗰陣時四三年咧、已經中途都戰役咧，日本已經開始賴撚咗嘢，就知道佢即係敗就遲早嘅事，即係幾時點就開始傾啦。可能會其實最主要一個原因咧就係、是、當時去到1943年12月咧。就蔣介石同埋宋美齡就代表中國，當時咧就丘吉爾就唔想蔣介石過去嘅，即係英國佬咧，屌你都睇唔起我哋中國人啊嘛，中國人事實上係唔應該俾人睇起嘅，你講啱。咁啊，羅斯福話冇，屌你老咩呢個，始終都係捱緊咁撚多年，塌撚埋去啦。所以話如話雖如此，其實羅斯福都唔係好睇得起蔣介石嘅啫。呢個係事實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咁啊，因為蔣介石拉埋宋美齡去啊，咁啊又宋美齡去嘅話，好好多。因為當時宋美齡，你睇翻而家嘅相啊，個氣質啊，佢都好雍容華貴啊，咁樣咁去到啊幫老蔣啊翻譯啊咁樣。咁就傾一個開羅會議，最主要一樣嘢，最主要兩樣嘢，第一就係嗰個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。日本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之前。佔領的所有在亞洲地方，包括中國 的地方都要原本歸還，同埋嗰個琉球咧就係、是、俾美國托管。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傾到嗰、那個聯合國嗰個組成，
即係克魯伊咁樣講啊講明㗎啦。所以個聯合國嘅組成大家搞清楚啊，唔係過多兩年咧，屌你老母閪，共產黨又拍套屌你聯合。係啊，喂，而家佢都有講㗎，因為聯合國1945年簽署嗰陣時，真係共產黨有代表去㗎，就係董必武。但係嗰時咧就係因為戰勝咗啦。國嚟㗎嘛，但係佢戰勝咗啦，嗰陣時蔣介石又話：屌你老味，你都係屌你老咩一個。但我啲靚，我係冇撚所謂，你派兩個代表去啦，就嗱當時董必武有去㗎，所以點解1971年嗰陣時咧？我唔好扯咁遠啦。佢就話恢復啦，開羅會議。其實咧，我哋上個禮拜即係我星期一做你老母中國人咧，都講過下咧。佢嗰啲即係嗰啲宣言啊，咁啊包括嗰啲屌你咩撚嘢琉球啊，俾撚翻你，就冇講到釣魚台，咁所以釣魚台嘅爭議咧，其實喺開羅會議入邊咧，冇提到嘅，係冇提到嘅，但係亦都係有呢一件事咧，日本啊拗住一點就話嗱，咁嗰陣時你又唔攞翻點點點，係佢成為日本仔自己嘅一個阿喬文嚟嘅，嗰啲我哋唔好講。呢個係提我好緊要啦。咁於是乎咧。阿老蔣咧，我哋對開羅會議認識咧，亦都係因此而嚟嘅，就係因為知道係老蔣參加，覺得佢屌你老母態度曖昧、戇撚鳩鳩咁樣。於是乎，我哋呢啲唔讀歷史嘅人啊，唔係死海啊，都知道開羅會議咧，佢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嘅咧，話明中華民國就一定唔會係毛澤東啦。咁我又想講下咧，咁我哋真係要好公道嘅，呢套戲大家未睇過。咁佢可能都冇講阿毛澤東有去嘅，只不過成套唔敢啊嘛，大佬。成套片圍繞住毛澤東嚟拍，不過最後去嘅就係嗰幾條撚樣咁解嘅啫，都未頂。咁但係我就係想話，佢點解要咁樣去？即係等你講下啦。點解要夾硬喺個開羅會議度擺個毛澤東呢條咁嘅冚家產出嚟做海報？做海報咧，咁樣宣傳，因為其實最主要有兩點嘅問題咧，就話佢嗰個海報，毛澤東一個大頭海報，再加上另外一個。排坐嗰八大，即係八大主角嗰個海報咧，你明顯將蔣介石擺咗喺側邊，而毛澤東擺咗喺中間。呢兩個海報嗰個問題咧，就俾人有一個感覺就係話：，喂，開羅會議原來毛主席有份參與嘅。咁事實上唔係啊嘛，大家都知道，正如你所講，喂，當時共產黨算老幾啫？1943年嗰時，同埋1943年嗰時，老毛做緊咩嘢咧？即係兩件公事，一件私事。係咪先？咁你點解要誤導人哋覺得毛主席有份參與咧？嗱，呢啲我哋成日咁樣講啦，包括毛澤東喺本人喺生前亦都親口講過，你任何你點樣屌蔣介石都得，有兩樣嘢你唔鬧得佢，一個領導全國統一北伐統一中國，另外一個咧領導全民抗日，取得最後勝利。喂，毛澤東親自咁樣講過。唔係，你都答唔到我嘅問題。我係咁，點解佢哋要擺毛？嗱，所以個問題就喺呢度啦。你班咩撚樣？而家呢班咁共產黨有書唔撚讀，你以為去擦中央，你咪戇撚鳩咯？咪擦上春袋咯？你咁樣究竟係羞辱緊毛澤東啊，還是羞辱緊你自己啊？喂，以我對上面嘅呢啲咁嘅電影，特別係呢啲咁嘅歷史題材嘅電影咧，唔係你哋想拍嘅，一定係經過中央拍。係中宣部。中宣部拍板嘅，你以為嗱？另外一樣我睇法啦，套戲正如你所講，大家都未睇，係一種宣傳手法，就希望嚟引起一個社會上面一個議題，就吸引你入去戲院睇嘅。但係經歷過建國大業、建黨大業呢啲咩戇鳩戲嘅話咧，好老實講，你想我嘥錢入去睇，話嘥時間去睇啊，好撚難啊！即係呢啲咩大陸拍呢歷史劇，可以話唔好嘥自己時間，唔好嘥自己青春。呢個就係即係其一啦。我覺得睇法，我覺得咧都仲有啲政治含義喺度嘅，因為而家東海嗰邊啦，就你知啦，即係嗰個即係台灣問題啊，各樣咧，咁佢都想去加強翻自己咧，即係用呢啲電影而加強自己個民族自尊心。我以為係，於是乎就喺國際事務上面有聲，你實在太甩戇鳩啦。我覺得咧，共產黨呢班撚樣咧，佢話就話同世界接軌，呢班撚樣咧，我覺得佢哋完全係生活咗喺呢個即係自我世界有妄想症啊。而中喺共產黨統治下面嘅中國人咧，亦都有全部咧係有一種咧。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，OK， 完全唔能夠抵受到任何批評。即使而家你鬧到佢個政府鬧得更狠，屌你老母臭閪，又搞到又爆炸又成都好，你哋一鬧話中國人冇本事管治好中國人，話屌你佢就一就上頭啦，屌你老母你有人唔做走去做鬼，真係做英國人狗。我再一次同你講啊，你問下香港人啦。800万香港人啦，點解民心唔回歸啊？而家我哋發覺啊，我哋嘅牛精文真係好撚有水平嘅講嘢。佢話如果寧願做英國狗都唔做中國人啊！喂，佢呢句説話相當有水平。即係正如上個禮拜黃毓民話，以前有拍楊貴秋的中國人，跟住就有屌你老母鍾祖康嘅做你老母中國人，然後來生不做中國人，然後就有做你老母中國人嘅我同學員，我都覺得一種榮幸嚟嘅，係咪先？真係你好撚難做喎。好啦，你諗下，我淨係想講一樣嘢，即係提一提大家，你真係唔屌唔得。
屌你老母，你成日義正言辭，暗期嗰個外交部嗰條女叫咩撚嘢名字？好啦，華春瑩。華春瑩個名都閪撚個人，屌你姓華，叫春瑩，迎春就迎春啦，你春乜撚嘢迎啫？唔撚緊要，就走出嚟屌你老母，説三道四又話人哋不正視歷史，咁我就唔該你就自己搞掂自己先。你老母係你當你連自己都唔正視歷史嘅人，屌你老母呢啲叫人哋正視歷史，喂簡直係兩即係簡直唔係五十步笑百步，係笑撚死人啊！屌你老母，自己都唔，你連史實你都唔肯講。你講完史實，然後繼續屌，老老實實講啊！問心嗰句啊，而家咧近年咧就好多開始有一啲反思嘅，就係、是、反思蔣經國啦，即係而家抗戰七十年啦，即係同毛澤東。我今日本來諗住同你講蔣介石，蔣介石即係講呢個話題嘅，但係都係唔講啦。我淨係想講咧，即係中國人咧真係好撚閪節，個命真係命途就屌你真係坎坷。其實有好多時機啦，阿客家佬都熟啦，有一百個機會，你係死撚鳩緊，你共產黨係死撚鳩緊噶啦嘛。屌你跟住又屌你西安事變又有知，跟住屌你美國佬，美國啲記者左交記者又有知。喂，這個世界上有啲嘢。我告訴大家，剛才我們覺得在那些抗爭底下，譬如泰國那些恐怖主義是不行，但是有些東西當你認識清楚什麼就認識清楚的時候，是不能輪到你和你非非的。你不要想著去感動一個殺人犯食人犯才行，屌你當日那些左膠，喂影響其實他們帶回去的訊息，那些記者斯諾斯諾那些，即是那些去好撚崇拜毛澤東添啊！延安日記，延安日記，於是乎咧係影響咗美國嘅成個國策，就養大咗而家嘅共產黨。屌你咪而家嘅共產黨養大一班亡民，嗰班亡民屌你有的是錢，冇的是品，一鳩就走去移民世界各地。而家面對嘅問題咧，就連佢嘅後代啊，阿奧巴馬 Mr. 奧巴馬，屌你老母阿黑人哥哥，屌你老母佢都面對，你成個世界要面對佢啲問題。好似今次呢個對心態嘅破壞天津，又係全世界一齊面對嘅。屌你老母，冇得獨善其身嘅嚇。所以阿鬱敏話齋，係喪鐘真係為大家而敲嘅。屌你老母臭閪！所以咧喺呢個層次上面咧，我就堅決要同大家講嗱，你如果諗住係要同呢個邪惡族心鬥爭嘅咧，咁就真係有心理準備。冇得鬥爭嘅咧，你唔鬥爭嘅咧，放棄嘅咧，你嘅下場就將會係好似好撚簡單啫嘛，咪屌你天津市民一樣咯，一定會發生嘅。一定會發生的，咁嗰班左膠啊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即係其實呢個大愛咧就係最攞命嘅，最難突破嘅。我頭先話啦，屌你老母，唔通真係要放炸彈嘅人先得天下？利用人嘅恐懼，好似1967年嗰班左派嚇。咁我哋呢啲良善嘅人，我哋得把口嘅啫。你做唔出嘅，你咪輸嚇。好啦。咁啊，我哋跟住開始講第一嗱，頭先我哋有幾個現場觀眾專登嚟，好第二次定第三次嚟睇我現場節目噶啦，咁都走撚咗，可能今日講嘅嘢比較悶啦，我知嘅，我專登嘅，我而家留到而家咧，我先講翻啲 juicy 啲嘢啦，本來仲有段想讀下嘅，咁我希望唔讀啦，因為頭先錄啊錄唔掂，我哋個 jingle 即係叫我哋嘅幕後阿閹雞又錄唔掂，個個都錄唔掂，咁大家睇下琴日咧評論咧阿李儀寫嗰篇啦，咁啊大致上咧佢就講曬我要講嘅嘢，咁李儀當然叻過我啦，佢寫文字咁啊講曬我要講嘅嘢。阿李儀嗰篇評論咧，佢就叫做有個名啊，大家上網 download 下 ，download 嚟睇咧，就係、是、叫我哋係咪再一節啊？嗱，佢嗰篇嘢咧就叫做已經唔撚見咗啊！屌你，唔撚記得咗，屌唔撚咗去撚咗邊啦？你最知係琴日8月19日嘅評論啊！李儀寫嘅，咁大家去留意一下啦。就係、是、真係唔諗，我而家係講奇怪嘅喎。好啦，就大家留意一下啦。我唔肯記咗，或者我得閒我擺翻上個專業度啊。喂，嗱，咁我佢哋旅遊警示嗰度講我啦，嚇、啊，天津一定唔好旅遊警示啦。咁啊，梗係講啲 juicy 啲嘢啦。網上面有單咁嘅嘢，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？咦，叫嘅啦，我今日下一次翻嚟先講。犀利利有几高贵，讲低俗我哋称低。犀利利有几高贵，讲低俗我哋巴闭。有利无利做你自己，低俗频道我低俗，但我舒服。